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四：自由的呐喊》。那公子你在哪呢？沿路做了很多多余的事情。没看到哎，没有好多士兵哦。去拿一下这个。用火药筒去砸那个士兵看看好了。按叉叉嘛。我砸，哦吼！哎呀，没死啊！大家都被引过来了，他要去杀他们，没有成功。我丢！最后一个，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阿德比较顺手的感觉。这里面冲刺的刺杀好像行不通了。啊，找到了。Enjoy yourself, sir. And fear not, you'll meet no competition from me. My heart is too weak. 从屋顶上跟踪。把这个人刺杀掉好了。这边居然是士兵哦！啊，完了，怎么办？给我看！倒数哎，距离要超过了，快快快，把这边人都杀掉！不不不，要就是。回头跟他打。啊，赶快追上去！啊，进去了，到了吗？啊，到了。Monsieur Gouverneur, they felt safe at the plantation. Do you think they would rebel? Of course. Their animal nature. Violence is the only currency that motivates them. Like coin for you. If you really want to protect your African friends, spread the word. Quiet them down. Otherwise... You need not describe. I know what you do. Why could not this happen?Will not be
necessary. I will deliver your message. The cost will be high. We will both profit by it. Is there any other service you require, Gouverneur? Oh, an old man like me. I dare say Grisan has exhausted me already. Then show yourself out.那女的她也是，她似乎在把混奴隶的样子。可她跟圣殿骑士有勾结，我们来看一下。总督皮耶德法耶伯爵生于1675年，皮耶德法耶伯爵出生在一个备受尊崇但拥有领地却不多的家庭，在他的领导之下，其航海生涯成效卓著，声名远播。 让他在1732年得以被任命为圣多明克的总督。离开在法国的妻儿，他前往殖民地任职，满心期待能借由当总督的这段时间能获得尊荣、权力和财富，衣锦还乡，光荣的退休。他在这段期间的私生活鲜为人知。 但他的确频繁出入玫瑰淑女，并和妓院妈妈桑同时也是情报中间人的巴斯蒂娜·约瑟夫过从甚密。在德法耶担任总督期间，圣多明克的奴隶人口一下子增长到2000人，是欧洲人的3倍之多。这对于经济作物的产量有很大的帮助，但却也增添政治上的不稳定性。 圣多明克在他的领导之下，成为致富的天堂，过程却相当残酷。我还要继续跟着他吗？他出去了，不见了。哦，不是啊，我现在要去找那个女生。 Madame Joseph, expecting a package. It, but not you. Where's l'admiral? I see. And do you mean for me to meet the same fate? Look around. One threat, and these men will end you. I bring no threat. 他现在才杀不了我嘞。 Tell me, how do the Templars allow you to carry on like this? I am only the messenger. But before you judge, remember, the Templars coin like any. Will buy the freedom of men like you. I know this man. You know nothing. You have the brand of a slave, the eloquence of a scholar, hands of a sailor, and an assassin's hood. Few weapons. I think the storm stranded you. What do you mean? A ship? Shelter? These things can be had for the price of this parcel. I need nothing I can't win for myself. But prove that what you promise is true. And perhaps something can be arranged. Is this your game? Very well. And you will do me a favor. Augustin Dufort. He's a very secretive man. First find his plantation contact and give him this message from the Gouverneur. Augustin will give you all the proof you need. Repeat this password. Sili patoto krabla va manger. Sili patoto krabla va manger. A convincing baritone. Now I suggest you leave before my admirers get suspicious.
我觉得他们见面有一种紧张感。有资料啊，有个奴隶在逃逸，我先救他，等一下再看。哇，那个刺杀动作好特别哦，跟之前的不太一样。我还要追他吗？看来是不用。黑人法令，黑人法令最初是由路易十四于1685年5月制定，并在1687年3月生效。法条内容在于管理奴隶的权利与政策，并有效至1789年。黑人法令的条文规定，法国殖民地中需强制信奉天主教，并提供惩罚处奴隶的方针，同时也包含了部分限制虐待奴隶的条文。主人们有义务要为他们的奴隶提供庇护所、食物和衣物，并不得施予酷刑或造成伤残，只能殴打他们。奴隶的家人不得被拆散出售，若生病或濒死则必须要给予照料。同时也声明奴隶主只允许惩罚累犯者。然而黑人法令从来没有被强制执行过，因此造成各式各样的争议。多数奴隶主只遵守对他们有利的条文，某些雇主甚至以残忍和发明各种酷刑闻名，而这些违法行为多半被当局搁置处理，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圣多明克特别更是如此。为了维持蔗糖与咖啡的产量的世界领先地位，此地必须保有大量的奴隶，才能够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巴斯蒂纳·约瑟夫生于1695年，靠近太子港。巴斯蒂纳·约瑟夫是位聪明而外向、友善的女性，人面很广。一出生就是自由人的她，由玫瑰淑女麦森的母亲一手带大，而将目睹当地孩童所遭到的不法行为，当作是有用的情报出售了巴斯蒂纳·约瑟夫，让他童年时代就开始结交了不少朋友。不过众人还是认定其为道德沦丧的小太妹，而避之唯恐不及。为了避免自己沦为娼妓，巴斯蒂纳努力学习读书写字以及如何处理财务，随后成为妓院的妈妈桑，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由于这方面的能力，他见证了所有发生在妓院老雇主之间的秘密交易、政治操作和丑闻，并学习到一位玫瑰淑女妈妈桑真正的力量所在。他曾经与人订有婚约，但意识到婚姻会剥夺他的精心培育的自由之后，最终还是拒绝走进爱情的坟墓。在他的妈妈桑良师过世之后，巴斯蒂纳继承了妓院，而他个人的乐趣就是看那些在他童年时欺负人太甚的君子再一次成为付钱给他的恩客。在前一任妈妈桑成功的事业里，约瑟夫就已经看到许多潜在的力量，而等到他的事业呈现倍速成长之后，他随即利用妓院协助马龙的行动，并帮助太子港被卖作黑奴的非洲人。他以事业的获利换取奴隶的自由，并用妓院本身作为掩护，和在那上班的小姐一起合作，从有权势的客户身上寻求政治协助，当然其中包括德法业总督和科学家路易士高丁。在1735年，他首次遇到阿德瓦勒，两个人随即帮助奥古斯丁·迪奥伊斯·福特和马龙事业上成为若即若离的伙伴关系。他们俩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友谊，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是哦，虽然肯威都没有恋爱。
If it were to me, I would bash your head in. Oh, she's not that one, not eating a new attitude. Oh, 没有防到，一直在砍三刀。 这应该就是这个这边的长官事情了。他没戴高帽子，一下子认不出来。You've endured enough. <音>哦，这一次是在最高点了。<音>看来不只有我一个人吐槽，俯瞰连头不在最高点，还会唱歌耶。 是护航，我来吧。哦，好猛哦！ 解放三个，那也是吗？好像不是，是我刚刚打的地方，对不对？没有枪。 这边都解放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我先去把这个宝箱拿一下，然后就准备去找农场联络人好了。这边是商店吗？开山刀？这是我现在这一把吗？很烂的。 啊，解放300个奴隶才可以换一把比较好的开山刀就对了。那这大概根本用不到钱嘛。哇，这个要钱，我补一下烟雾弹。Good day, and fortune favor. 什么我漏掉的？这个我不是
救过了吗？啊，可能没有记录到，我再去一次。啊，不该走这个水，走这水比较慢。 是不一样的，不是我上一集救的那一个。直接开打看看好了，希望他们不会同时努力。觉得他这样比肯威还要凶猛。 其实也还好啊，他根本没有空去同时努力。You will not be better. You deserve nothing less. 有个宝箱。 这里是农场联络人在这里面吗？警戒区。 沿路杀进去吧，奴隶营，之后再看。 里面也是有宝箱可以拿的，就感觉各种不好对付。 他们都在跑来跑去，在干嘛？ 糟糕，我这边过不去了吗？啊，可以。超凶猛，捡一下宝箱。 这个人杀掉，应该就可以顺利破坏警钟了。
等他跑回来。三个人呢、欸？啊，糟糕，他们起疑了！啊，一次刺杀两个，那就再打死最后一个就好了。他过来的话，就看到尸体了。居然去敲警钟！我要阻止他。啊，来不及了，大家都来了。啊、我刚刚忘记挂一下这个警钟，就跑过去了。又好了一颗烟雾弹。啊，也还好啦，这边的宝箱钱都比较多。我一下子累积到10000多块。等一下，这我要找的人根本就在范围外，搞什么？动作比较少见。原来在这里，农场，袭击农场是解放一次解放许多奴隶的好方法。哦，好啊，一次来解放40个，不错，挺有效率的。这队好像比较常出现这个动作啊！啊，啊不是谁打的这个资料片？我在想他会不会是走路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就会用这种方式杀。这个，然后拆警钟，这里也有一个人。那个暗号，先等一下。过来啊！我不能从里面翻到对面去吗？这样我没有办法从井水按下它，这样好了。他居然没有看到我，我失误了，居然没有看到我。我从草丛里突然冲出来，
杀他不知道行不行，这个井看起来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我想他再没有看到我，他一定是眼残了。刚刚那样算看到我了，我还好啊。目前附近没有其他人，我俯瞰一下。阿德爬这个也比较厉害，为什么不是阿德当主角啊？我们这集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下一集 episode 再见，拜拜。Yeah, I live my life so.